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呢？哎，迅，我的迅呢？哎，快，张艺兴，哎，博哥，迅哥，哎，过来，张艺兴，过来，快，你们，哎，来看一张，同步啊，一、二、三。小博，你干什么呢？你是保持的，还没胖回来？那这必须的。哎，你小博，你怎么长得跟原来不一样了呢？你比原来长得更难看了。你这打了招了。哥，你们在拍什么戏啊？拍学霸。学霸啊，学霸啊，学霸。你俩谁是学霸啊？没有，就是一个父亲和儿子的故事。那黄渤肯定演父亲，王迅演儿子呗。哎呀，想你们啊，想你们啊！干话嘞，你是弄啥？点个菜。点。哎，谁呀、啊、你？你谁啊？我是你们客人，上帝。上帝，我怎么听一下孙红雷啊？再见。什么孙红雷？那你是谁？马冬梅。你谁？你是马冬梅？马冬梅还是什么孙红雷？红雷哥要来。真是红雷打来的。真的吗？对。哎，你来啊？啊？是谁？我是马冬梅。就是你，孙红雷。小样，我跟你讲，就你弄成啥样，我能认出你来，知道不？哎呀，弄啥嘞？你弄啥嘞？啊？来，你认贼作父啊？不良伤害啊，还想咋地？真的以为我们吵到了村民，然后村民不开心。吓死我了！你是不是傻？你是不是？你给我滚开！你死鬼！你在这儿哈？你在这儿干？你是不是傻？你搁这干啥呢？我过来看看你，互相伤害。红雷，你搁这干啥呢？啊！红雷哥，九九，你是专门来的吧？对对对，真的假的？我刚下飞机来的。你先把鞋给我拿过来。我不给你，我不给你。你搁这干啥呢？我给你拿过来，别闹，别闹。你是不是傻了？你吃饭呗。我没呢。快来吃饭。我刚下飞机。你给我拿下来！我不，我整不死你！我的命窝，打不死你！别闹了，快点！我还没吃饭呢。来，快进来！一个傻子！来，快进来！哎呦呦呦！我大老远从武汉赶过来的啊！可以，还有俩鸡蛋。赛螃蟹不是咬螃蟹吗？赛螃蟹一会儿你们吃了就知道，可好吃的一道菜。这是磊磊，我们俩认识以后有纪念意义的这么一道菜。你这也算嘉宾来点菜是不是？啊，黄磊哥，你什么时候吃的赛螃蟹啊？啊，小的时候。你是吃的黄磊老师做的吗？啊，很多年前。很多年前吃他做的赛螃蟹。对，他还能吃谁做的？我做的。这可以打得开吗？哇哦，这是赛螃蟹吗？赛螃蟹来喽，来，
宝贝儿们，你们尝尝。鸡蛋吗？这赛螃蟹。鸡蛋。不炒鸡蛋。哎。真的吗，孩子？我有异性了。对，我和那个黄磊，一块敬你一杯啊。来，何老师，我先干了。来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友情。来来，我跟黄磊也是十几年的深厚的友谊。事儿很简单，我觉得朋友就是事儿很简单，好，特别好。我走了。你走了，你别走啊！什么？不能陪你们，你回家了。老婆在家等着呢。行了，影子，加油！你们别动，你们别动，我直接走。我送了吧，人到门口了、啊，就等于到家里来看了。家来请，来谢。来，宋雷，王迅拍那个《鲛珠传》。演一个树怪还是什么？还演个怪物，乐死我啊！我看了《鲛珠传》啊，你不知道那是迅哥吧？里面有一个啊，王迅是这样，是这样的，哎，就跟你一样说，哎呦，哎呦，雷哥，我太累了，真累死了。这样，我说你怎么了？我在横店拍个电影，每天早上3点钟就起来，我要化五个小时的妆，七个小时特效化妆，卸5个小时。我说，我天，你演一个什么这么棒？我说你什么演一什么呀？你看看照片，笑得我根本看不出来是他。我说你找个谁演，你配音不就完了吗？接电话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这里是蘑菇屋，找一下你们黄老板。黄老板，黄老板，找黄老板。哎，我是啊。啊，黄老板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公司过来搞团建。我说点的那桌菜你给我准备好没有？啊，准备好了。准备什么菜你给我报一下。帝王蟹、鲍鱼捞饭。还有什么菜？还有那个满汉全席。满汉全席，你从头开始给我背一遍。我给你准备的有烧花鸭、烧乳鹅、酱鸡腊肉、松花小肚。好了，哎，不要那么多啊，你就准备10来20样就行了。啊，你赶紧来，我保证不打死你啊。啊。好，准备接酱啊。带点创伤膏啊，吓宝。哎呦，我挂了。哎，电话。电话。去吧，去吧。谁呢？喂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那个，我是来做客的。你是来做客的？那是什么规矩？做客的。那个，我要点菜啊。好，您说吧。我是海边，我喜欢吃那个帝王蟹呀、啊，皇帝蟹。皇帝蟹。啊。皇帝蟹，帝王蟹吧。帝王蟹。王老师，来了个不懂事儿的帝王蟹。什么？吃什么玩意儿？香港的。香港的。肯定不是香港的。还有哪个鲍鱼？鲍鱼。啊？问他咸鱼行不行？咸鱼。咸鱼大不大啊？咸鱼不太好，还是鲍鱼老板比较好吃。啊？这吃饭好，所以这两道菜对吗？两个菜就可以。那个我要点菜啊。你去打舅吧。谁？我们公司过来搞团建。哎、啊？你才是甲鱼。你是甲鱼。哎，刚才红雷怎么还来电话呢？我是小。你真的要来吗？哎，你好，我点菜。一心哥不小心对我给挂了。1、2、3、4，4个人。好奶奶，还有个女的，刚才像奶奶的声音。奶奶是谁啊？通了电话以后你怎么说？你说。哎呀，小姨，你是谁啊？不是。这个表情怎么长得更像黄渤了？哎，然后呢？好像黄渤的表情。这狗，你不觉得这种狗的眼睛长得特别像那个像黄渤，是吧？
他水到哪里？过他小腿是过你大腿了。你我是黄渤，看黄渤抹脖子了。导演谁啊？黄渤啊。主演谁啊？黄渤啊。哎，这导演怎么还自己主演，不让别人主演啊？一听这名儿，我觉得这导演就不是个好人。对对对，我知道，我了解这导演，是吧？非常非常。除了长得帅点，你这长得帅有什么用呢？你觉得长得帅是吧？你是最近这么忙眼瞎了是吧？你是不是瞎的？哎，这个电影最牛的是里边还有红雷哥演的啊、哦，真的吗？但是博哥把他都剪了。红雷说：“都给我剪了。”我能问问这个原则是什么吗？就是他整个演的比主演演的都好，你留着他干嘛？然后后来说，红雷说还有徐峥说，我这。说我都给剪掉，我真不好意思，我都给剪掉了。说你这有点过分吧？我说那咱就得论论。我说你来，我给你钱了吗？我没给吧？没给，我又没剪进去，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那我这个给了钱了，还给剪了，是咋回事啊？你看都给了你钱了吗？那给你剪了有什么关系啊？对不对？按理按理都没这么说。各位朋友们。我们这儿有爱干活的，而且相当爱干活，又懂怎么干活，就怕没活干。就玩的，还有沙子吗？嗯，还有沙子，我这儿一块啊。要轻点刷，你轻点，你轻点，你太猛了。对他们会生气，哦，气了他就全冲你来了。我叫王迅，我叫王迅，我叫王迅。哎，你慢点，你慢点，轻点，轻点。你慢点，哎，你把它惹着了，你这样弄得也快嘛。你慢点，你那么多都，慢点，哎，你把它惹着了，你王老师，你轻点，王老师，不是，没有，我是你把它惹着了，你急了，他急了，我急了，我刷的是挺急了，你这这，我就慢慢的放，急了，他急了，他急了，哎呀，你这不行的，真的急了，他们急了，慢慢的，急了，他急了。哎呀，你这不行的！急了？怎么急了？他们急了，是不是急了吗？那我远观一下，我远观一下，确实是急了。咱们三个年轻人，然后一块敬他们啊。你说我们仨？你说我们仨？哎，不带我呀？啊，我们四个年轻人啊，我们四个年轻人。对，你看，黄磊在里边打着瞌睡，我在这说做什么？没事，我跟你说啊。那会儿黄大志也才60多岁，你想想看，67，硬朗着呢，硬朗，跟前面一样，说长得不太好看，只有敢说自己特别好看，肯定特别好看。你让红雷哥敢说自己吗？哎，红雷那天在那个咱在村里说，头天一哭，眼睛哭肿了，然后说，哎，发现你脸特别平，特别平。小波说，对。他是平面直角大彩电，很生动。你们就属于谁不在就说谁，那必须的，谁让他不在？哎，跳起来！啊，这样跳？这个怎么跳的呀？来，这怎么弄的？来一半，一点二，先是脚晃，对，脚晃就上一个，下一个，上一个，下一个，上一个，下一个就可以了，对吧？上了，对吧？啊，对，太棒了！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，哇，太棒了！啊，这是很好，特别像一只青蛙。对，哎呦呦呦！然后这个时候，哎，就有人说了一声：“跳起来！”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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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最好舞台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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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最好舞台。还有多少分钟就要出发了？飞机赶不上了是吧？十分钟，等等，好，来，姐，姐。现在这个节目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把艺人赶走，让他们离开这儿，很难。梅干菜给盛了吗？行行，我给你装，马上给你装去。忘不了，压紧点，我再装点。还压紧点。对，我们送别小波和于和伟老师。好了，迅哥待一天是吧？我待一天，我待一天。行，那你照顾好人家，拜拜。刘平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哟 ，H， 你这太像样了，还出来送一程。H 要送客是不是？多好，有情有义的 H。拜拜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跳起来！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哇，哎呀，腰都洗酸了。旭，哎，怎么叫我吗？哎，那个煤气灶上面有一个盆里啊，是那个河虾。哦，你拿剪子把它须的钳子给修修。哦，旭，你是累了是吗？啊，你是有点累了。我没有累啊，我刚才去换件衣服。你要是累了就回去吧。简直是我听过最残忍的话。你累了你就回去，我安排车你就回去。更残忍，你要累了你干完活就回去吧。回去吧。啊，哎，接个电话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我就要点菜。你要点什么菜？我先来一个辣椒炒肉。辣椒炒肉，你是张艺兴吧？辣椒炒肉肯定是张艺兴啊。嗯。艺兴啊。对，就这。这好尴尬啊！真的艺兴要来？我听一下。是，哇，今天这是要干嘛？晚上看来有要搞大事情了。这里还有 KTV。哦，师傅。何老师来人了。你看看，不，常艺兴。艺兴，怕什么来什么呀，吃饭的来了。你看看纯生活的节目真的从来没有参加过。纯生活的节目就这样慢慢的就这样坐着望着那窗外，艺兴说纯生活的节目从来没有做过。我知道他没有做过，就是因为他说我现在要做什么，老师们做什么的时候，就说明一直都是在做很多任务堆满的节目。咱们原来做那种任务型节目是很猛，真的，我们曾经一起出生入死。你自己搞点搞得好啊，来，师傅给你弄点事儿。可以，师傅，我告诉你，我完了，你跟着，你看怎么干？我告诉你，按哪里去管用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你腰的问题，那是哪的问题？是你屁股的问题，知道吗？啊！你觉得？哎，对了，你觉得凹的时候就是对了。哎，怎么样，带劲吧？反应够强烈吗？哎呀，非常强烈。好，你手拿开，没事。愧疚感也很强烈，是吧？放松，肩膀放松。哎，对。好了，师傅，那我自己来打。我给你弄。可以，我知道了，师傅，我学到了。别动，等会儿。我没打的没，我没爽呢。你看，你开始痒了，这是吧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放松了。对，然后你这里一充血。你知道吧？你这个血循环加快，就会特别痒。我有时候按摩也是这个问题。好有。我帮你捞点吧。你这个，你这个袖子看着我就，这心里直慌。老怕刮上是吗？倒霉孩子。你跟张艺兴认识是不是在那儿认识的？
对，然后你跟孙红雷和黄渤都对得特好。对，嗯。那你觉得我们仨谁对你更好？那你觉得我们仨谁对你更好？嗯，都好。谁最好？谁最好？嗯，现在当然是师傅。哎，说得很好，不用理他们两个人。你说咱四个在这儿同框也太牛了吧啊，太牛了。行吧，你们该坐车上聊吧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